谁？哎呦，哎呦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左叶，恭喜我成为本期宿舍卫星灯的熄灯任务员。需要完成的熄灯任务是，请组织少年们穿上自己的睡衣，一起进行睡衣派对。那现在我们就去看一下他们的睡衣是什么样子的吧。Let's go。来，让我看看是哪一位幸运的少年。是谁敲打我的心门？是我。Hello， 宿舍卫星灯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寇聪，你们的钢铁的男孩，地板撕裂者。邀请你去玩，去我房间，待会儿有一个睡衣派对。哦，是吗？哦，是的。我获得这个荣幸。啥荣幸啊？你猜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这个。啊！所以说你准备一下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啊、我已经准备好，确定吗？真的，我待会儿在那边等你哦。OK。下一位少年是谁呢？哎呦！宿舍卫熄灯，大家好，我是 AK 正男 ，Yonder Wallace。大家好，宿舍卫熄灯，我是 AK 李浩。哦，对对对，我是 AK MC 左叶的。邀请你们去我房间去完成一个睡衣 party。对呀、啊，但是你这像，这是不太硬，你这把它当睡衣。哇，有点浮夸哦，你这睡衣哥、哎。你们收拾一下好不好？我去邀请下一位幸运少年。哪个？啊？我还用自我介绍吗？东北老爷们徐胜恩。我邀请你去一个 party。去什么 party？ 睡衣 party。我没有睡衣、啊。哎，像我们这种大男人就只能就是光芒，光芒是这样，老爷们嘛，对吧？我觉得你这睡衣不错，很符合我的性格特点。要不咱俩换换？也行，那你准备一下，我们待会儿在我房间见。外面的 bro 们，准备好你们的嗓门啊！我跟你们说啊，这边你们可以先进来，但是要小声一点。好，超过一次你们要进行惩罚。啊！就是现在进入到这个房间里面，我们刚刚那个我们所有的，就包括我们待会儿进房间同时必须要留神准备。先进惩罚，惩罚寇松，刚才寇松问的。寇松好像呢？弹脑刮风或者是抽二条。大家抢一下，抢一下，抢一下，抢一下。站住！你们站住！把这位拿住！站住！把这位啊！是哪种晚上？你老妈叫你不要吃东西，然后你要偷偷找东西吃。扣分，扣分有点大，可以。我太难了。你不激动吗？对不起，我还是太累了。嗯，哈。我想哭，但是哭不出来。
我还要被打，为什么？我太难了，轻点。为什么我的心还是那么的亮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可能是因为你这个小太阳不在我旁边。今天喝了奶头，吃了骨头，可是还是忍不住对你心动。
面好像有个更精髓的。难祝大家玩得开心啊！今天晚上晚安。今天除了玩得开心之外，还吃得很开心。吃得开心之外，我打的也挺爽。就这样吧，该打的也打了，该吃也吃了。来，今天很开心，然后又跟大家见面了。因为我们每次都是在节目上跟大家见面，对，都舞台上。这一次呢，就是带大家进入我们的生活，了解我们，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，支持我们的兄弟，支持这个节目。因为今天录制是全程可以一直吃的东西，虽然说是低分杯，对。因为像平时不能这样肆无忌惮的这样吃东西，也希望就是通过这个，然后能传递开心给你们。对，3、2、1，哇！